按摩真的要有痛感吗？治疗师告诉你正确观念。有一次我去按摩，师傅他问我说：“你都不会痛吗？”我就说：“我痛啊，你怎么不叫？”因为我就不会叫。按摩我就觉得就是要越痛越好啊。跟你讲，你以为快中风了，你是不是讲？按摩其实可以让肌肉放松，但是要适度，过度一样会让你的肌肉组织受伤。周六周日下午5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